画怎么搭配，所以他的横画有从细到粗，有从粗到细，粗细粗，他变化其实还蛮多的。所以你只要在写的时候去想象，假设这个诗，我也不见得一定要粗细粗啊，我可以从细到粗，我甚至我也可以不愿意后面顿，我是粗到细 OK 的。但其实是很，我觉得是很多可以变，而且绝对不是死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不会写，就是多巴塔是提供我们一个用写晶体直接抄东西的最方便的一个法门，就直接抄就好了。开始喽。墨如果没有调好，就再刮一下。你说网络那个你有把它列印出来吗？我有印。没有列印，我可以把它印出来的。没有印出来。下次你列印，我帮你写一段，大家看。好。我们把你现在看到的，因为你现在的经验在于这个临摹已经开始也进入轨道，在极致的时候还或多或少有点胆怯，然后还对那个字的搭配的一个平衡度。还在寻找，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我们当年都经历这样子。这一段只要能够慢慢的练习，你将来在写字的自信就会增强。调锋是很重要，这里如果整个打开就开花了。老师一边写一边像隶书一样的做这个往上翘的动作，所以它起来说是扁的，这一根一根的很扁的一个状态下起来的，绝对不会开花。脚笔是用在很多收笔的地方，很好用。适当的脚笔，它的尖处就成功的传达那个弹力，还有收笔的那种弹起来的味道。这个杂他写的左边很像清的这个写法啊。那在古代啊，他们有另外一个写法是写九九，我们这可以改写。因为不想让人看过。
样，我们对空白要反应。老师现在在写字的状态非常重视空白跟线的一些相处的距离关系，然后形成它的节奏跟力度。这个蓝写的比较小，然后宽的写的大一点点。我们这班上兰亭的方法，还有上这些通识的方法，已经受到板桥文化广场的嫉妒了。他们要求我要跟他们上跟你们一样的东西。但板桥没有办法，我们是国父纪念馆。就是老师在那里上，因为我帮他们上的方式。新北市。他们那边最多50万，我们这边200万一平。已经了解了，他那个板桥那个什么那个特区，国父纪念馆，100万。哎，那个停车场那边那一栋，成交价170几。要撤退的。那这个中间呢，有改写了，把夹呢省略一个横画，然后这个竖撇啊、没有通过上面去，这样子有点简略，但实际上呢，也使整个字形更大方大气。在基础的深入的方面，你们写多宝塔的啊一样啊、老师现在是提供了一个写的方法，就是怎么临它，怎么看它，然后你们其实可以仿效老师小时候一样，当时我也没有功力的，就拿起字帖来就一样画葫芦的写，这个心情大概差不多，可以继续的把多宝塔写熟一点，然后一部分呢。在智勇或者是南宁序里面兴趣度提高了，可以继续的训练测笔的人，我们就进入位碑，啊，这样整个系统就连结了。不叫那个王羲之，就是要叫王羲之的尺度只有轻就可以了，你们可以不当做作业，就是不是技巧的部分。
我们这个方是技巧跟赏析呢并行的，这样大家就可以对书法史的一切有所认识，然后同时就可以技法的练习。音乐感嘛，就是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有一点点哪里快哪里慢，然后折笔下来的时候那种手感，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个字耐不耐看，有没有力度的一个原因。嗯，你说是这个字哪一个？看那个邱正中上面，他说唐人。